呀，怎么还没有人呢？这是怎么回事呢？给我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站起来。姓名，说话。长一，年龄27，体重111，身高1.7米。你干嘛呢？长一。你长一？啊，骗人呢？我问你啊，花茶跟绿茶的有什么区别？都是茶呗。回答正确。大夫，我来找你看病。你想吓死我呀？我怕他，我听他们说这儿有托，我来看看。我钱都是血汗钱。你是哪个神经病医院出来的？给我电话，我给你们院长打电话。安定啊，旁边在那儿住。姓名？姓张。名？贺伦。张贺伦。岁数？跟你同岁。你都这么大岁数了？咱俩谁先老啊？职业？病人。专业病人？患者。专业患者。那你病可不少吧？嗯，挺多的。行，你干嘛来了？你不说我都忘了啊。看病。什么病告诉我，我给你解答。我这鼻塞。鼻塞？然后呢？不是很通畅。还有便秘。鼻子跟那个地方都不通畅，是不是？这是俩地方，知道吗？鼻塞由于我感冒，你不是茶医吗？我的声音你应该能听出来，最近有轻度的感冒。就是说你感冒加便秘，是不是？对，但是今天来主要是看病，便秘。喝花茶，花茶。他们刚才出去，我问他们都说喝花茶。大夫，你这嘎没有别的茶吧？是有，你就花茶吗？对，你就喝花茶最管用，喝花茶配板蓝根，他实在不行白加黑。大夫，实在不行你弄点开塞露，怎么的了你？开塞露用了不管用，配花茶呀。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？啊！但是都说你这有专家说给点权威性的建议吗？不是。行。